大家好，为迎接龙年，抱抱马达一如既往推出贺年系列，等我哋一齐嚟睇下龙吟献瑞嘅抽盒手感。全系列最轻之一有 Kubo， 佢六面嘅仿动空间大。另一款最轻嘅系 Lilios， 佢六面嘅仿动空间大，但系佢就有塑料壳保护。偏轻嘅款有 Pucky， 佢六面嘅仿动空间好大，而且打盒感好重。差唔多重量嘅有紫摩摩，佢上下嘅空间细，四面嘅仿动空间相对大，而且会听到配件仿动嘅声音。至于小嘢咧，佢轻得嚟偏满，六面嘅空间细，而且唔打盒。Molly 相对更加满，六面都冇摇动嘅空间，但系冇对顶。Skullpanda 同佢差唔多重量，六面都有摇动嘅空间，冇任何对顶。至于 Crybaby， 佢上下嘅空间特别大，打盒感好重，但系四面嘅空间细。至于 Dimo， 佢上下嘅空间细，四面摇唔喐。小甜豆明显重一个级别，不过佢就有好大包嘅干燥剂，而且六面有空间。再重啲嘅有 Pinot Jelly， 一上手感觉到好重，上下摇有打盒感，四面嘅空间细。同样咁重嘅哈斯普普，佢上下冇空间，四面空间细，但系佢就有大包干燥剂。今次嘅隐藏款 Demo 属于最重嘅款，上下摇只有1cm 嘅空间，左右摇唔喐，前后会有对顶。今次全套连埋仪式版有26款，月月喺呢度祝大家新一年心想事成，福星高照，多谢你哋支持我嘅 channel， 下次再见，拜拜。